来，请个许愿，请一个。等等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吃这个的哈。天天早上生日嘛，大家都开心啊！我许个愿吧，愿好，这个嘛，我生日能来亲我，王同学，你不觉得很舒服吗？来，来，来，我们王同学，你妈给她生日礼物吗？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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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？我说嘛，我也准备好了。来吧，开心点，毕竟是第一次过生日，过这么隆重。爹，快许愿吧。快点啊！主人公在这儿，你干嘛呢？真的是你们不重视啊！对不起，齐哥今天一岁生日，你走。齐哥今天过了两岁，祝齐一岁生日快乐！齐哥今天过了两岁，我还要弹我，什么？我还是放下不了我签名的步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。好，来吧，那我就许愿了啊！来来，别闹别闹别闹！首先许愿，首先你我，首先礼貌干啥？首先我觉得，对吧？那个，我希望还是播小人会越来越红。好，什么话不变了呢？第二就是这第二年的生日了，还是这句话。第二，然后希望还是希望，哥就是希望。各位 boss 们可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搞得跟不是我生日。然后第三就是希望不是你生日，着什么急？第三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入假面骑士的坑。哎呦，我请问一下，这是梦想的气球吗？别管，别走，好，吃蛋糕。那我要吹啊，对吧？来，三二一，齐哥一岁了，齐哥一岁了，生日快乐！第一个 ，Boy Story 和 boss 都身体健康。然后，第二刀，第二刀，各走很讲究啊。第二刀 ，boss 和 boss sorry 永远在一起。啊，你们真的是，这没办法，有点碍事儿，有点碍事儿，这有点碍事儿。哎，这有点碍事儿。看不？成功了。我成功了。我早就成功了。我成功了。好的。我怎么什么也没有在叉子上？可以吃了。我刚偷剪刀把这个给剪大。哎，作弊啊！哎，可以看手机。那是镜头吧？你不认识谁啊？